通过当事人的发声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赵丽颖、冯绍峰曾经真心相爱，如今因为工作选择离婚，确实让很多人觉得惋惜。零一，从相识到相知相爱。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初次合作，还是在2016年的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。从那时候起，两个人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不久后，赵丽颖、冯绍峰被拍到一同进入酒店，让两个人的恋情更加坐实。2017年，一部《知否》让这段恋情进入了高光时刻。在一段夜戏的拍摄现场，赵丽颖身着戏服，与冯绍峰一起闲谈散步，赵丽颖一直紧紧挽着冯绍峰的手，眉宇之间透露着满满的爱意。2018年，赵丽颖很突然的官宣结果领证，这让很多网友觉得出乎意料。没过一年，冯绍峰又官宣知否知否，应是一家三口。知否那么甜，明兰二叔成了多少人的白月光啊。这段本来就不被看好的恋情，至少原来也曾经甜蜜过。零二，婚姻之事，冷暖自知，两人情感破碎已初见端倪。这段恋情从2018年开始以来，一直都受到了很大的争议。冯绍峰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因为舆论的压力显得状态沧桑。这段被指女强男弱的感情，原本就比较脆弱，很少能看到两人在公众场合合体秀恩爱。从过去的很多采访中，我们看到了冯绍峰对于这段感情的不自信。冯绍峰说，自己婚后变得非常的脆弱，一点儿小事也要回家抱头大哭才行。正是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，冯绍峰自以为的不对等婚姻，给他婚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冯绍峰坦言，赵丽颖最吸引自己的地方，就在于她活得洒脱。赵丽颖是个对自己定位清晰的人，她对自己的未来规划非常洒脱自信，这正是冯绍峰最缺乏的地方。冯绍峰一度怀疑自己，可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，那赵丽颖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选择自己呢？我不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而跟我在一起，还是说只是为了结婚，为了谈恋爱才跟我在一起。这段话相信就算是旁人看了也会觉得心酸，可见冯绍峰在这段感情自认卑微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婚姻是不健康的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中原因，但是这样的状态确实可以看出，两个人的感情问题好像很早就初见端倪了。03.1 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，又有多少人的爱情死于聚少离多呢？赵丽颖、冯绍峰之间的爱情，折射出了太多当代年轻人的现状，你是我最没有勇气遇见的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我见识了太多人的分分合合，每一段感情或多或少都充满了遗憾，用著名的需求理论来解释就是，双方的需求开始不一样了，双方在需求上面产生了分歧。也就是说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达到不同的高度，每个人的心态包括思想也会跟着改变。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时间和距离的差别，很多异地恋的情侣在分别之时，都会信誓旦旦的承诺，放心，我会一直等你，直到穿上婚纱，陪你走在婚礼的殿堂上。
其实很多时候，这只是异的恋情侣之间的一种催眠方式而已。一辈子那么的长，你以为的唯一，也许只是你青春的一个过客罢了。感情是什么？与其说感情只是形而上的思念，不如说感情是看得见摸得着，可以落实到身体发肤的关心与疼爱。在大事上轰轰烈烈荡气回肠，在细微平凡处细水长流。有人说，爱情是生活的调味品，那么愿你岁月风平，衣襟带花。既然选择了和平分手，两个人退回到之前的朋友状态，我们就应该尊重双方的选择。离婚肯定是他们最终权衡的结果，或许是缘分到了，或许是聚少离多的无可奈何。作为合格的吃瓜群众，我们只能祝福他们未来都能一切安好，工作顺利。